中间那个交给我，左右两边交给你们，没问题。好，你别动，动我们就全完了。Notorious 光影系列香水，喷了之后香气无所不在。你放心，这个香水可以迷惑所有的事物。师父，干嘛？你们走吧，我需要你们传承我的意志。不不不，师父，我们绝对不会丢下你。师父，没有时间了，再拖下去我们都会死。师父，我们赶快走吧，快走。三年祝意。味道这么香，好，我看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泰森，泰森哥，观众叫我看的，请不要给我版权炮。泰森哥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八卦一下，泰森哥，看一下，三分钟就好。你这影片很长啊，借我看一下，要讲到我嘛。我也看一下好不好？你在右边，我在左边，哈哈，啊，不用我抽烟好了，我把自己消失，好不好？我在上面，哈哈，我在你上面，哈哈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了，不开玩笑，看一下要讲什么啦？啊，过来跟馆长说，你不要在我们吉冈这里再骂中共啦，啊，然后我们馆长为了不跪，怎么样，霸气解约？结果嘞，各位要不要看录影？要看的要看啊，哈，来看一下。当初这件事情是怎么样？来看一下。2019年6月22号，馆长好像说他金刚被砍台，他还是能播，但是用在大陆用金刚的大陆网友看不到他的台，等于说大陆的部分他被封锁，他被封了。不过他说他不赚那边的钱，所以他没差啊、哦。这个是播的哈、哦，赚了也汇不出来，多是空啊。多空的，除非在那里花。来，这个这么丝滑，。来，要继续舔哦。我们怎么样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还是能播就没啥影响，也算造势的一种，蛮屌的。但如果是我能赚一亿，我还是想赚呐、啊。各位有没有看到？金刚关台，当时我们馆长他说什么？馆长声称他失去了大概什么样一亿的这个损失，至少一亿啊。但是我们的哈利波特怎么样？啊，如果哈、哦、能赚一亿，我还是想赚啊，各位，钱来就干，有没有看到？馆长在不在？再打再好不好？馆长有没有看到？
好，我们现在哈利波特来，我先给我看一下， 我这个是造谣抹黑吗？啊啊、这就代表他之后就跟大陆合作不碰了哦。你看，你看，在笑人家，人家不跪，还在这边笑人家哦。他就代表之后跟什么一样哦，大陆的合作碰不到了，还有怎么样？真的哎，对啦，怎么样？蛮屌的。如果是我能赚一亿，还是想赚。人家，你这是在讲什么东西？哈哈哈哈！还这样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人家当初馆长就是不跪，怎么样？金刚关台了，在这边哈哈哈哈！如果我有一亿的话，我还是想赚。真的是哎、欸。馆长在不在？在打在阿馆在这。你想跪你就想跪啊！在这，各位在点烟呢。在中共高层有没有听到？如果你有一亿，我们现在哈利波特再转回去哈路啊，前来就干呐、啊！啊，对啦，我们现在青鸟的朋友、波粉的朋友有看到吗？我们这个哈利波特是怎么样？哦、当初就是因为哈路不成，现在哈绿了啊！如果有一亿哦，再回去哈路啊，哈好哈满啊！真的是哎、欸，馆长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们现在哈利波特啊，就在教你做人啦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为什么馆长赚钱这么慢？我们哈利波特现在过的真的是寝食无忧啊！哈、哦，哈绿哈路改哈绿哦，不知道多少双倍在里面啊，对不对？馆长，你这个赚钱赚的这么慢，我们这个哈利波特就在教你做人啦。如果一亿，他就跪下去啦啊！真的是哎、欸，哎呀，对啦，关我啊，馆长，为什么就是不跪？我们这个哈利波特就在跟你讲了，你为什么不跪下去？有意义的话，我们哈利就想去了，对不对？馆长，你膝盖是在硬什么？我们的哈利就跟你讲了，一亿他都要去了。来，现在馆长，你有没有金刚的联系窗口？直接哦，直接 pass 给这个哈利波特，哈利他想赚啦、啊。赶快去给他赚，好不好？赶快，有没有金刚的窗口？赶快 pass 给那个哈绿。我讲一下，我发现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嘛，因为那是2019年6月23号发生的事情嘛，简称反红梅623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哦，这个哈绿波特他讲这个哦也不太正确，正确的版本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其实我从头讲一遍的哦。台湾有两大直播体系，以前很多，因为大家看 Twitch 好赚，所以以前很多游戏台、聊天室大少他们都知道。以前很多有一段战国时代，2018年战国时代，台湾有很多游戏直播台在抢直播主，那时候直播主身价是用 double double 的。因为那时候太多直播台要抢人了。好，那浪赖呢看到这个商机，浪赖他的本公司叫浪赖，于是乎浪赖就创了一个叫做实况电竞直播台，就叫金刚游戏直播，全名啊金刚游戏直播，简称金刚直播。那时候来找我呢，因为我就说，那我从退许到FB 到退许，退许再到金刚、我觉得大家对你有疑虑，因为大家外传你是中资公司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把500万，第一件事情500万全部捐出去，还开了记者会，真的那个钱是我的，那个记者会不是假的，真的是我自己把钱捐出去，真的是500万。哦，这个账都查得到的，真的有汇出去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事情呢，就是哈利波特讲错的，就是说呢，他说我在大陆那边有台，不是，是金刚，金刚直播呢，他没有锁大陆 IP， 也就是说大陆的本来就可以看浪赖跟金刚。所以那时候，无论是台湾的观众、香港的、澳门的、中国大陆的、马来西亚的，很多都可以看得到我的东西，并不是说什么馆长被封了。好，结果接下来嘛，就我跟中天
就杠上了。我认识了一个坏朋友叫黄国昌，那就要办了嘛。金刚的老板，那时候是金刚的老板，现在应该不是他了啦。他来过来拜托我，他派了他们最新的总经理来到我新庄馆，我记忆非常深，来到我新庄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先涨我的价钱，一个月150万，签约金现在再重签一份1000万，希望我623办完之后，不要再骂中国大陆的事情。我就说这个我真的做不到。我说我那个时候了，我说我真的做不到。因为那时候整个气氛嘛，整个社会氛围是香港发生严重的事情，那时候啦。然后他说，那时候我还没做电商，他说要帮我开电商平台，真的很对我很好啦，说实在话，对我真的好，钱也来，每个月月薪也拉高，抽成另外谈，工商30几个在等我，算一算，有破亿，有过亿。然后他就说，中国大陆那边的观众也很喜欢我，他帮我牵线嘛，以后卖去淘宝网，以后在台湾跟淘宝一起做电商，他们有线，他们有路，平台他们架构，因为一个平台后来我花了4000万，平台架构他们有，我不用再花钱。好，大家想想看，如果那时候我还待在那里，我现在身价差不多10倍吧。我一路都待在那里啦，那时候小杨哥还没有小杨哥啦，什么大陆带货主播都没有啦。2019年没有那些人，什么三只羊没有，那时候没有这些人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为了台湾，为了保护我们台湾人去做了这件事情，我损失非常非常的大。好，那就算了嘛，那既然好，至少我们是一个台派，简称啊，现在叫绿共，我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。以下讲这一段不是让你来佩服的啦，好不好？诉一下苦啦。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比较了解。接下来的事情时光飞逝，2020年的8月中枪嘛。接下来发现很多民进党的东西嘛，时任的律师名叫黄国昌，帮我打了一场官司，查了一堆资料。查到最后，我的枪击案后面查出来都是绿的人，这就算了。我忽然会觉得有一种恶心感的哦，比如讲说，大家想一下，当年我中枪的时候，谁来看我？丁宇兄、博伟、蔡英文、林淑芬，哇，好多绿的来。齐迈兄打电话，赖清德打电话。寄花寄卡慰问多少民进党的大咖的来，不然就是寄信来送花来，总统还亲自来办公室看我。那时候可以说，民进党的整个光环都笼罩在我的身上，不止民进党，国民党也派人来看我，主席柯文哲亲自来看我。那时候我可以说是全台湾哦影响力最大的网红，政治影响力最大的。那时候，在我中枪2020年的时候，好，接下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朋友黄国昌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民进党的事情，我后来整个反弹起来，我真的很生气。我才这么堵拦民进党。当年我为了保护我们台湾，支持民进党理念，反红媒，
办了这个623，去到现场的人，哪一个人来我的游行？那时候，后来全部都一人得到，鸡犬升天。蔡英文那时候当选，立法院也过半。陈柏惟啊，小鸡变凤凰，当上了立法委员，接了民事主持台的主持棒，赚钱赚的。民进党立委过半，蔡英文连任，这多可怕！整个国家都是在绿色的控制当中。然而我那时候为了民进党啊，为了要被一大堆国民党的人告，我就天天花钱跑法院，我都没有拿民进党半毛钱。我天天花钱跑法院，被国民党的人告翻了。跟中天杠上，跟国民党人杠上，被一大堆人告，然后他妈的放弃了天价的合约，跟这些赚钱的路子，跟去大陆赚钱的东西，全部都放弃，就为了挺一个我们要保护台湾。我损失所有的网红，哪一个比我损失高？我毅然决然，我毅然决然，我花自己的钱断自己的路，把双腿打断。不留后路的，换了什么？换的是一个他妈更贪污的政党。讲到这我就气，结果现在换民进党告我。我当初为了民进党挨官司，现在民进党告我，就因为我跟他们讲你们是贪污，徐国勇还在告我，民进党还在告我。就为了我讲于天跟陈明文，你们，我就怀疑你们枪是民进党开的，这样告我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有多悲哀？我损失了这么多钱，我从头到尾没拿民进党一分一毫，我还被他们告。所以你说馆长是怎么样的人？你们自己去评估了。大陆我也没有跪。回到国内绿的，我也没有跪，两边我都没有跪，跪什么？跪什么？我是一个生意人啊，我本来就有在做生意啦，我做的是老百姓的生意，我本来就很支持台湾人，大方向对了，我就支持你。现在对吗？贪的贪，无字天书 ，NCC 资料不给，买个鸡蛋没合约，光电趸购合约不给，身份证无字天书，查什么都是机密，然后在那边每天放狗屁，昨天放了一天，我们啊。中国啊，习近平啊，已经把他的触手伸到我们的国会里面来。他的中共代理人就是傅昆萁、黄国昌。在讲什么啊？你们到底在讲什么？论反共损失，论反共，当年你们都得用敢啊，什么你们这些侧翼什么都不要敢。高壁都用敢。论现在为了台湾人民说真话做真事，还是我啦？绿的我没有跪啊，我不像有的人舔不到中就回来跪绿共，就这么简单。两边给你选嘛，网络流量两边给你选嘛，两个市场给你选嘛。因为绿的现在操控媒体啊，他可以用新闻媒体让你变得很红啊。就像那个很奇怪的一个什么猫，这可以可以当网红，真的笑死人。好了，我就懒得讲了，就这样。哦，所以我只卖我的东西，我只做好我的生意。那大家能支持的就支持，凭本事赚钱，不用跪，我跪你们就好了。啊，这一段讲完了，明天又要上新闻了，说什么？
我发现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新闻，我的新闻啊，下面的人超好笑，那一定看三立民视的。他写说，别的健身业都大赚特赚，馆长的健身房为什么要求？为什么在那边说赔钱？哦，在那边求粉丝买他的电商，馆长的电商跟健身房都快倒闭了，不，你应该自己检讨一下。我现在想说，我什么时候要倒闭啊？鸡掰！我当老板都不知道我要倒了，你不就跟我讲，去年就说我要倒了，现在又说我要倒了，就会去看李正浩的节目啊，就会去看三立的节目啊，就是拿我直播跟大家开玩笑说，大家帮我买一下，然后一张图片长这样，下面写馆长哀求。哦，求粉丝买公司，怎么快要倒闭？然后一个脸这样，就这样一张图出来啊，在 FB 广为流传，超好笑。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变，这样就这样就，所以青鸟就是这样来的嘛。青鸟就是这样来的嘛。就是我的流量，我一篇影片在各大平台加起来，我一篇影片流量最少100万，最多500多万，在PO后一个月内，我的流量在台湾也算数一数二，各平台啦 ，YouTube、IG、抖音、FB。我真的有必要这样子吗？我也算是一个在台湾算天王级的网红，又是老网红了。不然我今天哦，瓜哥人家不会来找我帮忙。哦，啊，随便你们骂。我看那个胡瓜下面也有一些白痴在那边骂，什么是馆长我就不看了。什么什么的，看你俩去吃大便好不好？吃大便好不好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啦。哦，虽然 FB 现在对我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，因为 FB 老平台嘛，看一下啦。哦，这个文曝光已经33.8万，他的赞也不多，2.5万个赞。哦，这个影片触及率是138,936。就你自己看嘛，这个影片触及率是109,491，你自己看嘛。我就拿 FB 啊，我就不用拿什么 IG 啦什么的啦，哦，什么 YouTube 啦，哦 ，YouTube 的一个月吧，一个月的量应该至少也有个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多做 YouTube 都不知道我的 FB， 都觉得做直播跟做影片是一样的。我觉得你们真的是，你没有做过直播，你根本不知道后台那个流量到底有多大，好不好？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后台。哦，我28天能获得的，这算。没什么出什么大事，有出大事的话就会再多一点。平均观赏量啊，从700万到1000万不等，每一个月28天啊。这个是我的，包含有 short， 包含有直播，包含我们的影片。
那这个东西也是我 YouTube 的其中一个频道，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频道，另外一个是109万订阅，那个一个月也有个两三百万人看，因为还是有人会去看到这个。我就不要再开我的 IG 跟抖音了，我的抖音哦，人不多人不多，但是你看我的抖音哦，别人的帮我放的那个浏览率吓死人，你会聊天室都是杰丁北直播杰新闻放在抖音上面，都不是我本人的账号，还有千万浏览的百万浏览的一堆。我要讲的就是流量其实都有啦，阿管的流量其实都有，那我也很专心在做这件事情，大家也对我很好，上次健美比赛玩的连三个影片，连三个在 IG 在那个流量都是百万的，也不愧啊，阿管累了这么久我只是想跟大家讲，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人就在这，我在做的事情我自己都觉得我没有丢脸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而且我也没有割韭菜，我做生意也老老实实，我们讨论政治议题主要都是有所本。那哈利波特哈利波特他讨论的我不知道，他都是哦，反正他自己认为的吧，想要炒个流量。我还是讲啊，政治名嘴很多，你如果想当一个政治 YouTuber 不难，真的不难，但是你要让人家听得下去很难。哎，谢谢斗内，很难，就像你吗？国民党讲什么啊？跟着民进党讲什么，你就跟着讲什么。刚开始人家会觉得哎呦好像颇有道理，我看到你有一个频道给他很鸡掰啊，给他算人数啊，我今天看新闻他说8000人啊，为什么要讲到这个？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有理啊，人怎么那么少？后来有人说8000人，看一看他妈是900多个人，有人算啊，有人在那边画椅子一个一个算啊，有做一张图出来，你们去网路上找。哦，有人算是900多个人啊，就是他有摆椅子的那个从头至尾，然后人家说8000，人家说8000人，现在又说3万人。基本上我觉得8000都没有，为什么要讲这一段？因为当你今天网红，你不去看这件事情的本质，你不去好好了解法条跟法令，你直接就挺民进党，你想要绿色的受众嘛，你想要圈粉嘛，想要粉丝想要流量嘛，你知道其实我跟你讲，我老实跟各位报告，民进党网络的流量真的不算什么啦，他就是自卫，因为他的网军嘛，自卫你懂吗？自己给自己按赞，他们 PTT 一个人开10个账号，自己发文，自己下面推，你回答我，我回答你，然后再叫新闻记者把 PTT 放上去，网友说馆长怎么样，莫名其妙就这样一个新闻，一个人就可以做这件事情，你以为他们流量真的高、哦？
你以为他们流量真的高？所以《哈利波特》，还有我跟你讲，我不是在吐笑人呢。我的年轻人当然了，《哈利波特》，其实我跟你讲啊，做网络、喔、我们都有，我们是一个电商公司，我们非常厉害的电商公司，做了六年了。我们下去算人数，你知道吗？真正消费得起的，现在就是大部分，就是你骂的那些年轻人哪有钱？高中生、大学生哪有钱？35岁以后，像我聊天室这个中间代。从30岁到50岁这个中间带，我这边的人数，这个人数是最强的，他们才消费得起的。我不是在说年轻人哦，因为年轻人刚出社会嘛，怎么会有钱？啊，你要赚钱哦，你也要有一套很庞大的体系才能赚到人家钱的、啊。像馆长，我要赚你们的钱哦。我那电商都花多少钱了？我那电商网站二版了，现在4000万了。我的现金流一个月1亿在跑的，钱进来，付出去，再进来，这样一个金流不大啦，真的不大啦，但是应该比你们这些接工商的人大啦，不大啦。真的不大，我实际花在健身房的投资哦，我们公司花在健身房的投资超过8亿新台币，8亿也不大啦，跟一些大公司比起来，我们就在路边摆路边摊的啦。但是我们至少在做生意，没有贵，也不需要人家工商我们，让赖啊，叫我回去啊，我不能说价钱。我只能说价钱真的好，你们青绿的要拿这个合约拿不到，靠的不是你今天青蓝还是青绿，靠的今天是你有没有流量。做网红就是这回事，做直播更是，你在讲话的时候，你的观众群要不要看你？你的观众会不会喜欢你？讨厌我的没办法，你讨厌我，我也讨厌你啊。你骂我，我也骂你啊！只是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好不好？常看到一些留言，在那边骂阿管，反正就是一些谣言、诽谤。骂馆长什么？馆长自己领补助了，馆长他妈的嘞，又是领补助，我领你老不鸡掰啊！我干你娘！你们讲几届啊？干你娘嘞！讲几年啊？搁在领补助，我塞你娘嘞！哦，这个啦，不然就是说馆长像变色龙，啊不嘞，要求你咯、哦。民进党贪污咖呢？你嘛在听哦？你在听头壳一空的哦？啊？袂使，咱个爱换人做。我们也没提他的好处啊，为什么要停？停在哪儿？干你老母的，你没解释你没听是停在哪儿？我家的粉丝看我都多久了呢？久的十年啦。欸，谢谢泰森，谢谢。谢谢泰森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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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啊，哈利波特跟我讲的啊。你做的那一段公关品也是他跟我经纪人讲的啊，说我们寄给你的公关品啊都被你们拿走了、啊、他说你们都会凹他东西啊什么什么啊。对啊，我再过几年啊，真的可以，我的粉丝真的可以说小时候看我长大的，现在我不认了、啊、现在我不认了、啊、
再过五年没办法，十五六年的话，人家说馆长，我看你长大，没办法。他可能十五六岁看，十三十二岁看，他现在二十几岁，没办法。真的哦，你们这些人真没水准。六岁看，你们小时候看馆长骂脏话，你看人家民进党的支持者都有水准。他六岁的时候在干嘛？在看大洋花学运。你看人家民进党的支持者就是有 sense， 六岁就在看太阳花学运，就想着他要去冲立法院。六岁。你们只会看馆长干净的鸡掰，他妈的真的是拱叫，干你娘的真的是拱叫，干你娘的上台每一个都瞎鸡巴乱讲，我他妈快笑死了。